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《大经可注》109页啊，109页，从第二行经文看起，若于来世，乃至正法灭世，当有众生执诸善本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有彼如来加为列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前面我们学的这个地方啊，经文说得很清楚，末法之后啊，这个正法之后，相法、末法、有缘能得到啊，净宗法门，能得到啊无量寿经，都是由于这一些众生过去生中执中的本啊，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现在的佛力加持，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得到这个法门，得到这部经典。我们明了这桩事情，就对这一生这个机会要非常珍惜，千万不能错过。要知道得来不容易，过去无量劫的修持就是等这一天，这一天终于我们遇到了啊，不容易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我们遇到了，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。我们看注解，念老在注解里头说明，叫正法灭世，释迦牟尼佛一代释教分三个时期：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啊，加强《法华义疏》第五卷有这么个说法：佛虽去世，法义未改，为正法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圆寂了，但是遗风依旧流传，没有改变啊，这叫正法啊。佛去世久，这1000年时间很久了，道法俄体，这就变质了啊。现在人讲变质，为相法时啊，虽然变质呢，还行，还有点样子，啊，这叫相法。转浮为末，啊，2000年之后，啊，就很失位了。啊，
学习的人很少了，这个时候叫末法，末法有一万年。啊，后面这个时间呢又说，啊，所云正者，正也，有正果的人；相者，似也，还像样子；末者，无意也。居利弗当时，时间久了。正法不存在了，又青龙人王经书曰：“这是这个青龙书也有个资料，唐朝青龙寺梁笔啊，他有人王经书啊，他说。”有教有行，有德果正，名为正法。有教有行而无果正，这叫相法。唯有其教无行无正，这叫末法。这个讲法很好。啊，至于正相末所经历之年数，诸经之说不一。古德呢，多采取正法5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之说。啊，说末法为10000年者，如大悲经。啊，古之。佛法住世尚有9000年也。啊，末法这是讲2500年。啊，这个是现在一般都是这个说法的。啊，佛灭度到现在2500年。嗯，但是在中国古籍里面所记载的。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，圆寂是周穆王53年。佛的世寿79岁。啊，那么照这个说法呢，那现在是3038年。这是中国古时候都用这个说法啊，像近代的虚云老和尚、印光法师啊、地贤法师，他们都用这个纪念啊，看他们书说佛历的时候都用这个，跟现在2500年不一样。那么不管哪一种说法，现在是末法了，那是肯定的。啊，两种说法的时候，我们现在都是属于末法时期。故知佛法住世啊，尚约有9000年。啊，所以。佛法在这个世间没有消息啊，衰微就是了。末法这个9000年也有盛也有衰，盛衰因人而异，其实法没有什么真相末，没有真相末是讲的人啊。这个
人王经书就讲得很清楚啊，你看看，有教有行，有教啊，就是有讲经的，有学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有正果的，这叫正法。啊，有教有行，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。正出果也叫正果。啊，现在确实连出果都没有了。啊，没有正果的了。唯有其教，无行无证，这是末法。没有真正修行，没有正果，啊，这个时候叫末法。于是我们就晓得，释迦牟尼佛正法里头有末法。释迦佛在世，诸王舍城，这是接受啊过往的供养，在王舍城也讲了好几部经。王舍城是个大国，经典里头有记载，是佛在那边讲经教学，王舍城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佛，啊，跟佛见过面。有三分之一的人呢，只听到佛的名字，没见过面。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，那不知道的人不是末法吗？知道没见面呢，啊，这是相法，啊，见过面的这是真法。正法里头有末法了，那我们今天末法里头也有正法啊，真正有学有教啊，有人真听，有人真干，有人念佛真往生了，这就是正法，末法里头的正法啊，那我们知道末法时期的想法有啊，也有不少啊，想法就是有教的，没有真正修行的啊，当然不求往生净土的，依旧搞六道轮回的，这就是末法里头的想法啊，对佛法完全不知道的，那是末法里头的末法啊，这个我们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的解释，说正法灭世，广指相法与末法，当前正是末法之时，此时之众生呢，善根殉前，跟从前人比不上了，从前人善根厚，现在人善根薄啊，但其中比任由过去生中广修功德，当前供佛念佛之人啊，这肯定有啊，末法里头有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啊，会有这些人，不过就少就是了。能不能成就呢？全看缘分。
他能不能遇到善缘，这个关系太大了。纵然遇到真正善知识，他不能接受，或者他不喜欢修学，或者是世缘放不下，这都是障缘，一般讲业障，对，业障很重。他是有善根，但是这些缘把它障住了。他也学，但是他学不成功。这就是讲的人要多培福德。要多种善根，道理在此地。那种善根比修福德难。善根是什么呢？不贪、不痴、不嗔。也就是真正把贪嗔痴慢疑断掉。那么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无有不善。贪嗔痴是三毒啊！它的反面就是戒定慧。戒是什么呢？戒是伦理道德。定是清净平等，这心地清净平等。慧就是觉悟，觉而不迷。这个与学不学也没关系，为什么？它是心得。只要远离障缘呢，这心得就会显现。可是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，要断还真难呢。如果不断，确实它会造成很大的障碍，障碍这一生往生净土。那么当前不什么有人有，所以经上说植诸善本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。这种人不多，众生者弥陀要解围，等觉一环，皆可名为众生。是以众生中，上可有等觉大士，下则六趣凡夫，我等皆在其中。这众生的意思要了解。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。所以佛教这个名词意思很广。那么众缘和合而生叫众生，不但是人包括在里头，你看六道在这其中，畜生也包括在其中，鬼道、地狱道也包括在其中。乃至于植物、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其中。这两个字的范围非常广大。
啊，那谁不是众生，成了佛不叫众生？啊，只有妙觉如来不称众生。为什么？妙觉如来没有形象了，他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他没有生灭。那慧能大师坚信，正得自信就不是众生，就远离众生了。至于教化众生、现身说法，那是感应，无生而生，生而无生。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地球上，也投胎呀。视线里也有生老病死啊，这视线的。我们看到有，他自己没有感觉到有。我们用凡夫的心、生灭心看，一切法都是生灭。佛没有生灭心，看一切法都不生不灭。所以是，一切法皆如，一切法皆是，如是啊！一切法当体就是自性这些是如来境界，我们很难理解。如是众生，那么这个地方讲众生，都指的是有情众生。有情众生是动物、六道的众生。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、念佛修善，这是我们过去。故蒙如来威身加庇。乃能于现世，这就是你才能够在今天遇到这个广大法门。广大的意思是普度。只要你遇到，没有不得度的。它简单容易。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就能证得圆满菩提。这叫广大，跟84000法门不一样。84000像法华华严广大，还是要用很长时间去修，不是一生就能成就。禅宗虽然一生成就，那要上上根人。当然，也是。过去生中供养无量如来，他的善根比我们一般人都深，都大，所以他才能在一生当中大彻大悟。这样的人不多。
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就特别稀有。啊，于是让我们联想到，这个法门好，为什么许许多多人遇到了都没有得到利益？啊，这也就是像彭济清居士所说的，因为无量寿经没有善本。啊，五种缘依本里头，每一个本子里头就有非常精彩的开始。啊，这个本子有，那个本子没有。所以，你要听世尊讲无量寿经，介绍极乐世界。世尊历次所讲的，你通通都要参加。你少一次参加，你就有欠缺。啊，那么世尊不再世了。多次宣讲，都翻成中文，所以经本的内容并不一样，通通要念。有一定的困难，啊，古时候经本不容易得到。王龙书居士做会集，还漏掉一种，啊，唐译的《大宝积经》《无量寿会》这一会他没有看到，所以他的会集本只是四种经原本会集本。啊，大宝积经里有重要的经文，他的汇集本里没有。啊，王龙书的本子出现之后，学习无量寿经的人多半都用他的。莲池大师所抄引用无量寿经是用他的本子，优希大师圆中抄里头所引用的无量寿经全部都是王龙书的本子。啊，那么这个本子收在大珍藏里头，龙藏也有收。啊，因为莲池大师虽然引用很多，啊，他这个本子并不是十全十美，里面还有一些遗憾的。啊，印光大师也这样的批评，啊，所以才有以后魏默生的本子。啊，夏莲老的本子，啊，先后啊都出现了。夏莲老这是最后的本子，前人所有的弊病呢，他全部改过来了，找不到瑕疵了，这个本子才真正被称之为无量寿经的善本。啊，当时这些大德们看到这个本子，相信世尊在《法灭尽经》里面讲，将来佛法灭了，第一步灭楞严，无量寿经最后灭。
很多人说《无量寿经》最后灭的应该是这个本子。为什么？这个本子在末法当中，人喜欢了，喜爱它了，都学这个本子，都流通这个本子，所以法灭尽的时候，它最后灭。这很有道理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本子，这本出来没久，不多久啊，我们就遇到了，这大福报啊。我们还得费一点时间把科诸校正，让它真正成为一个善本。流通于后世，利益广大众生。我们看后面这段经文，甚洁受持要修。请看经文，摄取受持，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甚解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他说，常要修行。佛在这劝我们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是以我差，就是我们，我们大家遇到这个法门，应该呢，深深清醒的，切莫错过务必应当摄取受持，则可获得广大一切智智。念老这几句话，苦口婆心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像世尊在经上讲，你就能够获得广大一切知识，一切知识如来智慧也。于彼法中，这个彼法是净土，是大乘，得到甚圣洁，真的明了了，真的通达了，得到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肯定像诸佛菩萨一样，广为他说。你不会念法，你广为宣传，凡是能接受的人，你都会全心全力帮助他。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，常要修行，常是不间断。要是爱好喜欢依照这一部经修行，
啊，将这一部经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。这部经所讲的方法都变成自己的行为。我们看念老祖解摄取往生论，为极乐一真一切庄严功德成就，往生论里面总共说了29种庄严，一报十七种，正报有说阿弥陀佛八种。啊，往生的菩萨四种，啊，总共啊29种。说略说呢，如一法句。啊，略说，我们今天总而言之。29种一真庄严，总而言之，这是一法句。一法句是什么？清净句。什么叫清净句？真舍智慧，无为法身。啊，这一部经。字字句句是真实智慧，是无为法身。又《弥陀要解》，这是偶益大师说的：“夜夜庄严，全体理性。”啊，夜夜庄严可以用往生论做代表。29种庄严，全体理性，理是理体，性是本性，底下是念老的解释。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，啊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。对于极乐世界，一切一真庄严，你都能够通达明了，叫如一法句。直如一句名号当中，啊，这下头有说，注意发句，从理从事啊大理，从理呢显事，所以理事是一不是二。学习的人。最重要的是从事上啊，你见到理；从理上呢，你明了事。啊，理是什么？理是自信。自信就跟六祖开悟所说的一样。啊，自信是个什么样子？自信清净，从来没有染过。啊，那我们就要知道，我们现在的心不清净，
有染污，妄想染污我们，杂念染污我们，分别染污我们，执着染污我们。能大师见性的告诉我们，见性没染物。那这些染物是什么呢？这些染物是阿赖耶妄心，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。没染物。真正染污了，那就得要把这染污消除掉，把烦恼化解掉，断烦恼、消业障才能成就。那要照慧能大师讲的，我们的业障，自性里没有业障，也没烦恼，这问题就好办了。只要肯放下就行了。所以明白人功夫不是别的，放下，一念放下就成佛了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了。为什么不肯放下呢？从事大利，事是假的，事不是真的，理是真的，理上清净，事上染污不要紧，那是事是假的，理上没有染污，事上有分别，理上没有分别，事上有起心动念，理上没有啊。理是自己的自信呢，是自己的真心呢。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就好了。就这么一句话，肯用真心的，马上就成佛。那用妄心的，无量劫你也成不了佛，不管你怎么修。所以，即思而真。地性万德庄严，直入一句名号之中。越讲越具体了。一发句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真实智慧，阿弥陀佛无为法身。阿弥陀佛是什么？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心。是自己自信里头本具的真实智慧，本有的无为法身，他没有生灭。正如慧能大师所说的。何其自信呢？本无生灭。何其自信？本自具足。何其自信？本无动摇。何其自信？能生万法。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万法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。
啊，那你要问，为什么会生万法呢？你这个该不该问呢？啊，该问。就是因为这个妄念现了万法，没这个妄念就没万法。万法就在这个一念当中生。怎样回归自信呢？把这个妄念放下，就回归自信了。自信里头没有念的，你怎么会生一个念头出来？你的问题越多，就越迷越深了。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马上就觉悟了。道理在此地。没有原因，没有先后，没有远近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嘿，通通当下就是。啊，这是如来给我们讲真话，这个真话我们听不懂，为什么听不懂？我们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只要你讲分别执着，我们懂；你不分不执不分别不执着，我们就不懂了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是真的呀，分别执着是假的呀。我们现在只认假不认真呐。化身菩萨以上，认真不认假。啊，所以我们用真心，就跟化身菩萨一样，无二无别，入他的境界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一定要搞清楚。啊，搞清楚之后，你才肯放下。一天到晚就照顾这一句名号，啊，什么都不要问，就这一句名号念到底。啊，念到什么呢？念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你就成功了。啊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最低的功夫是成片。啊，继续再不断的念下去，可以念到事业心，念到理业心，念到事业心入定了，念到理业心开悟了，大彻大悟。跟宗门的明心见性没有两样。啊，心定在这一句名号当中，定求了，这是自性本定。啊，跟慧能大师第四句所说的“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”。啊，念佛念到这个一心不乱的时候，没有动摇。啊，跟本无动摇相应的。啊，所以从事大利呀，即事而真。啊，事实现象，真是真如。啊，这桩事情
古人用比喻，用黄金金器做比喻。金器是四，真金是体。啊，这个现象是金做的，金就是体，啊，四相就是体，体就是相，啊，叫即四而真。啊，你只要不着相，你就见性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，真正能做到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起心、不动念，你就见性了。啊，心在哪里？心就在相中，因为心相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啊，这个时候真正搞明白了。净念相即，是摄取的意思。啊，这是大势至菩萨告诉我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即。啊，这个净里面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。这叫清净的，就是一念阿弥陀佛。啊，相即呢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叫摄取啊，摄取受持，盖弥陀名号，正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化身功德不可思议，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。啊，化身是真实智慧，所以名号是真实智慧。啊，受持，受，心受。行是奉行，啊，受持行受，依教奉行，啊，持是保持，永远不会失掉啊！啊，本经之宗。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啊，无量寿经，佛教人修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啊，就这两句，啊，菩提心是真心。真心里头没有念头，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是真心，阿弥陀佛就是利一切妄念。啊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自信般若智慧，你这老念念下去，肯定自信般若智慧会现前。啊，念到功夫成熟了，他就现前。啊，他就是法身。啊，就用这么一句名号，你就能够证自信里的智慧法身。这法子妙啊。
啊，下面跟我们解宗。啊，宗是什么意思呢？修行要进，经是进路。啊，药是重要，最重要的一条进路就是快速公路，没有拐弯的，啊，一直通达。啊，依此而修呢，实名为首啊，你真的接受。啊，本经里的最重要的两句话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真接受了。你真干了。这是正确的。不仅是正确，决定真实，不能等待。知道了就要干，分秒必争，万缘放下，啊，正果很快速啊！弥陀经上给我们说的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到若七日了。啊，古往今来，修行人有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经上所说是真，不是假的。古人能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关键就是肯不肯放下，就这么一句话。肯放下就成功了。啊，放下与身不相干。身放下了，心没放下，没用啊。最重要是心里放下了。啊，心里一放下，事上就没有障碍了。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华严境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你在这个世间。身体就这些，得大自在。啊，大自在是，就像《心经》里面观自在菩萨一样，度一切苦厄。啊，过去没学佛之前，一切都苦啊，这个时候一切苦全没有。哎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苦从哪来的？苦从妄念来的。啊，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言行，从这儿来的。现在我觉悟了，这个错误全放下了，就得大自在，处世待人接物，啊，完全合乎中道。自然和中道，啊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啊，像什么样子呢？像释迦牟尼佛住持，像诸大菩萨的实验，啊，实现，啊，像祖师大德的行持。持，持者，这持名号，与持诵本经。
持是支持的意思，支持名号啊，名号不能中断了，一句接着一句，出神念可以，默念也可以。印度的圣念法确实很能实现。它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切合现代人当机。现代包括末法九千年。这个方法肯定有效，很容易。从一到十，用心记，清清楚楚，没有痕迹。我这一句佛号是十句当中的第几句？清楚。如果不记呢，很容易杂念跑进来，妄想升起来。用这个方法了，杂念跟妄想都进不来。所以称之为净念相继。诵经也如是，诵经用真诚恭敬心去诵，就是念经。字没有念错，句子没有念漏掉。这部经一天念一遍，念两遍多好。看自己的时间。自己有时间，多念有好处。可以用念佛跟着用念经，自己做个实验，看我念经容易摄心，还是念佛容易摄心？你或者两者都能摄心，这就非常好了。总而言之，摄心是非常重要。实际上没有妄念，没有妄想，一心专注，实在讲，这些都是佛在《大小乘经》上所说的智心一处不就修这个吗？智心一处。就是禅定，智心一处就是一心不乱。净土里头说的是一心不乱。宗门讲的是大定。甚深大定。定其用就是智慧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是定心，定心你不懂，经体上讲你懂，定心就是清净心，没染污，就是平等心，没有动摇，不是生灭的，生灭就不平等。平等是不生不灭，用经体人话你就很好懂，你的清净心、平等心现前了，起心动念就不平等了，有念就染污了。没有念头，
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然悟了，一句阿弥陀执着就变成然悟，不执着没有然悟。啊，不执着，它是性德。啊，它是出世间法。有执着呢，它是世间法。所以，实际上讲，哪有什么世间出世间？世间出世间，从分别心里出来的。啊，没有分别的话，世间出世间都没有。所以说无为法身呐、啊，这一句佛号能证无为法身呐、啊。啊，可是你有分别执着，不能证不得。啊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一句名号是真实智慧，是无为法身，哎，还是真实利益。三种真实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。啊，往生论上。19种庄严都在一句佛号当中，妙不可言呐！下面这一句话很重要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：“十地菩萨不离念佛。”从初地到十地，地地都是念佛。华严经上的，净业三福最后一条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。深信因果就是不离念佛啊？为什么呢？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所以到十地菩萨完全明白了，他想成佛，他就念佛啊！念佛是是心是佛，心本来是佛。啊，是心是佛了。现在念佛呢，是心作佛，那就成佛了吧？不是普通的因果啊，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这个要记住啊。要不然，十地菩萨为什么念佛？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修到最后，证得地上菩萨地位了。啊，你看看不容易啊！从实性，实性圆满，就出十法界了。第七性出六道轮回，第十性出十法界。啊，在经历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30个位次修满了，登地。登地修什么？登地就念阿弥陀佛了。啊，念佛功德不可思议。说此一句佛号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，是以等觉大士亦不离念佛。啊，不但是实地，实地上就是等觉，等觉菩萨也不离念佛。啊，大乘也称。等觉为十一地，十地再上去，第十一地。
啊，就是等觉菩萨。菩萨51个位次，最高的11个位次，通通念佛。这不能不知道啊！这法门多殊胜啊！我等凡夫，但当老实念去。啊，看看《华严经》上那些法身菩萨，再看看十方世界，啊，到最后全是念佛成就。要解云：一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。持名就是善根。持名就是福德，不但是善根是福德，而且这个善根福德跟一切诸佛平等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修善根修福德要不要花钱呢？不需要啊。啊，有钱能修福德。没有钱的人就学不到了。哪有这个道理？修福修慧，一切众生平等平等啊，没有高下了。问题只是你会不会呀？啊，你要真会，这一句佛号。超越一切阶级，啊，这个事实真相知道的人少啊，欧益大师这一句话。真得十方如来之髓也，精髓也。啊，是因敬未来际，顶礼膜拜此一句也。这一句就是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。这一句真真不得了啊！啊，没有善根，没有福德，怎么能得度？怎么能成佛？怎么能利益众生？啊，可是我们要知道，虽然有圆满的、圆满的善根福德。跟佛一样，教化众生，还是要应机施教。众生没有福，你就不能把大福德实现给他，实现他吓跑掉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实现什么样身份？比丘的身份，比丘是乞食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实现这个身份。连讨饭的看到，哎，跟我差不多嘛，我天天圆门特钵，佛也圆门特钵，啊，
讨饭的人敢跟他讲话，敢跟佛交往，啊，自己讨一点东西就供佛修福，哦，佛接受啊，佛给他祝福啊，这叫应机说法。为什么众生没福嘛？啊，佛有大福的不实现，众生有福，佛就实现有福。啊，实在是，我们净土跟密宗是一个门路啊，都是修清净心的。啊，但是意趣不一样。啊，净土宗的根基浅，要立向清净心才能得到。啊，这个方法一般人通通可以修，能成就，密就难了。密是集一切相，集一切法。啊，他不要理想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把执着分别放下了，啊，起心动念没放下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啊，他在境界里呢，不染境界，真清净。啊，都是修清净心，清净的程度不一样。啊，密是经得起考验的，啊，真的六根在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如果我们在境界当中还会起心动念，你决定不要去碰密，啊，你要碰密的话，没有一个不堕地狱的，但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的，经不起考验。啊，所以当年我跟张家大师，张家大师没有传密法给我，啊，这些常识他跟我讲的很多。啊，密宗只有两条路，一个是成佛之道，一个是无间地狱，没有中间的。啊，不像净宗，净宗确确实实是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向前迈进。稳当也快速啊，到了极乐世界跟密宗所修成的大成就完全平等，这就是净宗比密更殊胜的地方啊，所以密宗有不少大德了，他修净土啊，他念阿弥陀佛 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与此地念老所引的经论啊，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应。
这念佛时，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，是故道护广大一切之智。这一句要紧呐！念佛的时候，就是修佛的善根，修佛的福德，跟佛完全平等。啊，所以经文上道护广大一切之智。啊，一切之智，我们这里有参考资料。这从佛学大辞典里面记录下来的。这是佛陀的智慧。一切智中最殊胜者啊，应以作娑婆若。我们常常看到娑婆若海啊，还是比喻啊，比喻它深广无边际啊，也叫一切种智啊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啊，一切智通声闻缘觉啊。这佛这一个字讲三种智，第一个是一切智，一切智阿罗汉证得，辟支佛也证得啊，一切智是知法总相啊，总相是什么？总相是空相，万法皆空。金刚经上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总相啊。声闻缘觉都知道啊，他真正用上了。怎么用上呢？对于一切法不执着了，这就用上了。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，所以对这一切思想执着啊，执着就是六道轮回，不执着就超越了啊。为什么执着呢？不晓得它是假的啊，虽然我们读了很多佛经，知道哦，这个都是假的，啊，其实知道是假的是佛知道，我们并没知道。我们真正知道假的，你会不会执着吗？啊，这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标准，只要你没有做到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你没有了解。啊，大师给我这个标准，让我时时反省检点，知是不是真知。他给我说过，大乘佛法知难行易也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，是为知难行易。啊，千万不要以为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也会讲了，啊，讲得头头是道了，啊，听众也点头了，不算，没做到。啊，没做到是什么呢？从别人的那些听来的，啊，儒家所说，即问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，你自己没有亲身证得。亲身证得，自己得受用；没有证得，不得受用。啊，凡是不得受用的，
都是知之不彻底、不究竟。换一句话说，里头还有意义啊，我们自己不知道，一根没拔掉啊。啊，拔一根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就是读诵经论啊，念多了，古人讲的嘛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根拔掉了啊，那是真的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放下，宗门用的方法，禅宗啊，放下起心动念，知道了啊，那在什么六根在境界里头。念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宗门修行宗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啊！参就参什么？就这个道理啊！所以修行成就了。他没有听过经呐，没有学过教啊，他为什么讲的头头是道啊？啊，这就是与听经学教没有关系啊！啊，他明心见性的，明心见性，那个功夫是真功夫。就是在六根见六尘境界，他修什么？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四句话都做到，他成佛了。慧能就是一个例子啊。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，谁知道他？五祖知道他啊，五祖之外没有人知道他。啊，他的功夫没间断呢。他什么功夫啊？眼见色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；耳听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鼻闻香，舌尝味，啊，身之接触，意。意识念头，他通通都在那里修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八个月，啊，到将物为物的边缘，五祖知道，这个时间到了。点他一下，他就悟了，他就差那么一点啊。五祖为什么不提早几天？为什么不延后几天？为什么要一定在？就是他那个时候将悟为悟，一点他就行了啊。半夜三更召见他，跟他讲金刚讲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色起现，他悟了。这大事就圆满了，就毕业了，就成佛了。所以衣钵传给他，叫他赶快走。这是真修啊。最高明的修学方法了，不要用书本了，真功夫啊！这一悟了，一切都悟了；一通了，一切都通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你去请教他啊，你去问他，没有一样东西你难倒他的。
他都给你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在这个时间过去，我们看到很多宗教真正成就的人确实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。好像穆罕默德也不认识字。你看他能说出一部《古兰经》。他知道东方就是指中国，有大智慧的人，鼓励他的信徒到东方来学习，学智慧。伊斯兰教传到中国，唐朝时候，唐太宗那个时候，穆罕默德还在世。所以穆斯林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厚的感情。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，穆罕默德肯定鼓励他的信徒学习，他知道。他虽然没有接触过，他清楚。所以一切智阿罗汉有，圆觉有。道种智，第二种道种智。菩萨有，一切智之空，这万法皆空。可是万法怎么来的？这有是幻有啊，有从哪里来的？这个阿罗汉不知道，菩萨知道。菩萨知道有是怎么来的？有是假有，不是真有。就菩萨有道种智，种是种种。道是道理，这种种法，什么个道理生出来的？有这些东西，这就是知道现象。菩萨知道，如来有一切种智，圆满知道，一切智跟道种智合起来叫一切种智。菩萨合不起来。佛合起来了，道种智跟一切智是一，不是二。圆融了，说佛三者，今为区别佛之于前二者，故称佛之为一切智智。这是把一切智智这个名词意思说出来。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上，这个刮胡的大应该是大真藏，自信清净。明本觉性，即是诸佛一切智智。那换句话说，一切智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我们现在迷了，有了障碍了，它不能现前。其实一切众生都有只要你六根在境界上，刚才讲了，
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现前。这一现前就叫成佛。啊，可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习气麻烦呢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总是起分别，起执着。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觉悟了？这种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是不能原谅的过失啊！它根本没有啊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认假不认真？啊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才无量劫来搞生死轮回。啊，这一生还不错，转到人道来了。可是寿命终了时候到哪里去？这个问题可大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现在我们知道，真能去得了吗？法门难行而易行，我们行了。可是这句佛号念得不相应，那是我们行啊，行不得力啊！多少老和尚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拜老和尚啊，都喜欢问问。老和尚啊，你生死有没有把握？啊，往生有没有把握？都讲真话，摇头没把握。这个话我们听得很多。讲真话不是讲假话。啊，那我们仔细去观察。观察他是真的，他没放下。名闻利养没放下。眼前牵肠挂肚事情很多，没放下。啊，有些老和尚都有财产，都有家业，跟大庙似的家业。啊，世间人的家小啊，都放不下。他有那么大的家业，他怎么能放下？他怎么能不操心？啊，这就是没有把握的真正原因。他要通通放下了，他真有把握。啊，锅炉匠为什么能成功？锅炉匠什么都没有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障碍，没有牵挂，他容易成就啊！啊，什么都有啊，去不了啊！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明白了。啊，心量要大，这也是个基本的因素。心量很小，样样都为自己着想，这个事情很麻烦。天下绝对没有自己如意的算盘。这个话是李老师告诉我的。啊，自己判断怎样，到后来全不是自己想的。
那怎么办呢？不要想就好了，一切随他去吧。啊，自己才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？一切众生业力不相同。啊，妄念千变万化。啊，自己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不难？啊，什么人能保证一生？这经上讲的，一切都放下了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得到保证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啊，这个人得保证了。你要问他，他可以答应你，告诉你，我往生有把握。啊，都是跟你说真话，全在放得下与放不下。啊，《大日经》书，《大日经》卷六，立一切分别就无分别，分别离了。无分别也离了，啊，就是说，立一切分别，连那个立一切分别的念头也没有。啊，我立一切分别了，他还有个立分别的念头，那个念头也不行，他还是一个妄念在，嗯，连立分别念头也没有了。换一句话说。就是抓住这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就是一切智智，这一切佛号无量智慧，啊，无为法身，这一句话要记住啊，那就是它是真的，它跟自信相应。啊，我们紧紧抓住它，把其他统统放下。所以，阿弥陀佛是信德的名号，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我们经常讲的三个真实，还有真实利益，统统在这一句佛号上。啊，这还得了吧？啊，这个经上说，立一切分别就无分别，而彼无尽众生界，一切去来，住所，啊，住有所作，不生一心。如是，无分别，一切智智，等同虚空。啊，这才真正叫万缘放下了。啊，放下全是讲起心动念的。我们平常讲的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啊，对于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法，这个一切诸法。这个地方讲一切去来，啊，无尽众生界一切去来，住有所作不生一心，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知道这是什么呢？法而如是。大乘教上回答的好啊，啊。这个法而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啊，要给你细说呢，那就是说离不尽大方广佛华严经
跟你说说详细的，就是《大放光佛华严》，说而无数，无数而数。啊，不说行不行？行，不说也入《大放光佛华严》。那就是一切所作不生一心啊，就是不分别不执着，可知一切之智是智中之智啊，又如虚空立一切分别，又如大地为一切众生所依，又如风界除去一切烦恼尘。像飓风啊，把一切烦恼尘埃吹得干干净净啊，又如火箭能烧一切无知之心啊，这经常常常用比喻火啊，智慧火啊，把烦恼比喻作能烧的这些木柴，都给它烧干净了。啊，又如水界众生依之而欢乐啊！啊，一些众生喜欢水，啊，居住生活都在河流的边缘得到灌溉，非但以一切种遍知一切法，亦知此法为究竟之常不坏相。啊，这个是就是说一切知识，一切知识是常住不坏，不增不减，犹如金刚，故为究竟实际之实智啊，真实智慧啊，真实智慧的反面就是凡夫见闻觉知，这个智慧是假的，这个智慧有生有灭。真实智慧不生不灭。能大师开悟，第三句所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啊，本自具足里的第一个就是智慧啊，本自具足。第二个是等能，第三个是相好啊。因为本具，所以它能生万法啊，能现万法，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性所生所现啊，能生不动，所生的是动的啊，波动现象，这个现在我们逐渐逐渐的有这个概念了啊，清楚了啊，实质犹如金刚，故为究竟真，究竟实际之实质。实在讲，三个真实完全相同啊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际，真实之际从体上讲的，真实智慧从相上讲的，真实利益呢是从作用上讲的啊，体相用三面
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不能分的。啊，下面说，业为如来自证之解脱位，常言的法位。这三种真实法位无穷啊！啊，《大日经》卷一注心品。啊，这是讲它的出处。啊，佛有，我们众生个个都有。啊，只是我们不能证得。啊，实在没有能力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那就得用一个方法把它扶住。这个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扶住，叫它不起作用，就能往生。啊，这个话要记住。如果扶不住，它还起作用，不能往生。啊，真正往生，《大乘经》上有一句经文，叫“心净则佛土净”。啊，有些人到临终最后一念，他最后一念心清净，用清净心念这句佛，他能往生。啊，如果最后这一念他还有妄念夹杂，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我们就不会走错路。啊，不会产生误会，啊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